规则说明：落地的分制，固定站位，双方球员交替击球，直至一方犯规或球落在其中一方的场区内，在得分的同时也相应获得发球权。当连续得分的时候，同队的两位球员不左右交换站位，只需交替发球。落地得分制范例一：当分数为奇数时，由左边的球员发球。落地得分制范例二：当分数为偶数时，则由右边的球员发球。落地得分制范例三：对方发球出界失误，所以我方得分。落地得分制范例四：连续得分时，发球权左右交换即可，球员无需交换站位。白队得分，发球权左右交换。白队再度得分，发球权左右交换，站位则不需交换。这样，你学会了吗？